剪毛，好不好？听话，是吧 ？OK， 近一点的地方钓鱼，晚一点再回来载你去剪毛，好。又有人在那边种菜 ，OK， 好啊，下去看看吧。换个料看看吧。
那牛顿是被苹果砸到，看看我吃苹果会不会得到什么灵感。我还有鸡哥耶，法国吊牛，都不受我。鲍鱼不太清楚，用。
送。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待会要带猫去剪毛了。OK， 小调一下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